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玩《真江湖》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主线剧情第三章。为什么不能点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挑战。如果贫僧没有看错，施主手中的经书乃是我大伦寺者。原来这本经书传自吐蕃，既然遇到大师，理应物归原主。铁头人，这应该是铁面吧？然后这是阿紫吧？这经书如此厉害，怎么能轻易就给了人？书中练功法门，我都已记熟，有书无书，并无大碍。真的，多谢施主厚赐，小僧告辞了。来迟一步，被番僧逃掉了。那番僧不是好人，你们上了他的当了。哼，我看你们才不像好人。得罪紫儿姑娘的都得死，你们不要怪我。这个人已经中了我的冰蚕毒，紫儿姑娘，我们快走。糟了，你中了毒，要不要紧？暂时没有大碍，要尽快找到他们，拿到解药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追上去吧。万叶乱花拳，乾坤挪移。好，这没有的话，应该是没有语音，没有口白的。新功能开放。积分兑换。OK。挑战，先打一个就对了。乾坤挪移。来吧。这个晚点再弄。无量山，好，我们先打主线剧情。乾坤挪移，来吧！如果这款游戏的那个练等跟打斗不会太难的话，基本上可以一天一部影片啊，就一张一张一部影片这样。乾坤挪移，万叶乱花拳，乾坤挪移。这边都没剧情啊，像是有 BOSS 那边才有剧情，是不是？乾坤挪移，万叶乱花拳，来吧！乾坤挪移，哦，应该有对话了吧？有，这个一定有。你真不知虚华，还敢轻轻不响？小浩小年纪就如此歹毒，赶快把解药交出来！大胆，敢对紫娥姑娘无礼，退照！来吧，一盘护体，乾坤挪移。万叶乱花拳，乾坤挪移。解药给你们，既然不伤害阿斯库兰，我什么都搭理你们。
赶快找到那个方针要紧。也就是说，后面这七个是没有剧情、没有对话的哦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这边快转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打方针了。陈总舵主名满江湖，必有真才实学，还请赐教几招。名利与我如浮云，孰强孰弱，大师又何必执着？你我皆属江湖中人，以武会友，又有何不可呢？大师既有如此雅兴，便由在下陪你过几招如何？那就要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。我一回乾坤挪移，来吧！乾坤挪移，乾坤挪移。罢了，想不到中原武林一个贤妻皇妃如此身手。平真的是心灰意冷，什么真雄之心皆属虚幻，大师何须介怀，只要心存慈悲一样可以造福武林。说得好，下师不仅武功高强，还能心系苍生，实属难得，在下个不请之请，不知下师能否应允。陈总舵主侠名远播，有何吩咐但请直说无妨。也是反抗朝廷的意思，如今被困于京城，想请侠士随在下一同前往搭救。巧得很，在下也欲往京城一行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启程吧。Go！ 这位英雄邀请你前往京城。OK， 继续闯关，新成就。周人好深，我要回农村。什么啊？哇，他给的东西好多哦。那我可以，怎么替换人呢？布阵吗？布阵容，上场人数已满。这样，好。中原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。成功，他等级太低了。嘿嘿，我是圣女。中原套以天下为念，言念。我姓胡，生平杀人只用一刀。酒馆。就是你，购买十次免费，鳌拜啊！竟然有鳌拜这个角色啊！归隐，归隐是什么？成就物品使用。现在是武学秘籍，只是为了提升一个。以天下为念。以苍生为念，你的几重的技能而已啊，其实这个就提升属性而已啊，所以这个都还好。小嘿嘿，终于天下反清复。我姓胡，生平杀人只用一刀，只用一刀。我怎么感觉这边好像没人？啊，算了，反正我也是自己玩爽的。元宝，好，那这集到这边啦。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主页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里收看，拜拜。